Thank you.
下吗？
然后再过个六个小时，然后就吃泡面。
请注意安全。 林兄，这里面步行街，往外面走。 尊敬的旅客，请出示健康码，戴好口罩，尽可以入住区排队，谢谢。
没有。
这边没红灯。
写报告不讲了吗？ 我们的餐厅。